你人生活到现在，有多少的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？回想在我的生命中，我的时间都花在家人、小孩、工作、客户，不相干的人，不相干的事，不相干的一切，时间就是从脚上流去，一去不复返。现在，在海边，用手机记录脚的感觉。原来每个浪的来回，就是时间。仔细品味脚上流过的时间，是冰凉凉的海水冲着脚，是千百粒沙子冲上来，你可以感觉到到它的存在，是千百粒沙子由上而下刷住你的脚，你可以感觉到到沙跟你的皮肤互动的存在，千百粒小小的冲刷走，说不出奇妙。你来海边沙滩体验，才能知道什么是你的自己，自由的时间与生活。